是很多人本来很胖，然后后来瘦下来，他们说身上会有很多那个。我现在全身都是啊，而且还有除了肥胖纹，就是你看我肩膀啊、手臂那一侧全部都是。哦，在旁边这边。对。所以你有想办法想要把这些纹弄掉吗？会啊，就是当然会想。所以混血儿也是有纹吗？有哎，大家都会有血，而且我混血有哎，大家都有纹吗？胖过的都会有，几乎都会有。而且我相信他们除了纹以外，这个也是一个问题。Luffy， 你可以吗 ？Monkey D. Luffy 都可以。你可以吗？拉一次，对，不能拉了，不要说自己胖，对，基本上全身都是这个状态。哇，好长哦，真人版哎，就是，就是基本上全身都是很厉害，因为一定要拍那个异能哎，但就是，所以我们现在拉出来的就是脂肪，对不对？对，你是皮，不，这是对，这就皮，而且应该跟那些纹路有关啊，我觉得。